在娱乐圈，经纪人或者助理，一般与明星的关系都非常融洽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变成更好的朋友。前几天钟汉良发长文感谢其经纪人甄姐，这不，今天是唐嫣和助理叮当在一起合作七年的日子。叮当在微博发文称，我亲爱的大唐总，想对你说的话太多，感恩的情绪太多，我知道你也是爱我的，希望我爱的你永远幸福健康快乐每一天，爱你的心一直都在，感恩的心也一直都在，爱你么么哒。叮当与唐嫣可谓关系密切，作为唐嫣的助理，时刻都兢兢业业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是他与唐嫣出现的场合，都时刻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真可谓贴心小秘书昂，由此得力干将，堂堂的事业也会蒸蒸日上。话虽然肉麻，可是情真意切，期待堂堂的新作品，时间都知道。